亲爱的观众老爷们，大家好呀！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高人气政治斗争漩涡韩剧《辅佐官》第十章的故事。上集说到，李成民的自杀让泰俊痛不欲生。泰俊想起自己当初为了帮大哥竞选议员，收受了5000万的贿赂，十分的自责。高助理知道了泰俊和善英的情侣身份，心情十分失落。在野党议员强烈反对宋议员当选法务部长官，尹秘书查到原职提交的西北市场的开发数据都有问题。但是蔡俊觉得这些不足以扳倒宋议员，他会一股脑地把责任推到袁植身上以保全自己。时间越来越近，蔡俊的调查渐渐有了眉目，但是由于李成民的缺席，宋议员的人事听证会也不了了之。国会已经通过了听证会的提议，宋议员要求抓紧搜捕蔡俊，以扫清最后的障碍。正片开始，有人举报蔡爸受贿，记者们蜂拥而至，蔡俊办公室的电话不断，蔡俊打给爸爸，但电话打不通，他打给姑姑问爸爸在哪，并表示自己很快就会回去。泰俊已经猜到是宋议员在搞事情，成真氏的情况已经被安秘书稳定下来，他让安秘书和郑秘书回来帮忙整理身边用的资料。尹秘书担心检察厅会趁机刁难，想暂缓对化学厂的调查，但泰俊不为所动。泰俊回家一看，老爸在喝酒，不接电话是因为检察厅那边一直打，他坚称自己没收钱，是有人来找他帮忙办事，但他帮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这时检察厅的人来了，那边到京去村子里收集线索，大多数居民都有问题，不是皮肤溃疡就是呼吸困难。泰俊的爸爸被带到检察厅，催检察长问手下举报人是谁，手下告诉他是吴助理，还确认了给泰爸送钱的人的证词。催检察长想找吴助理做参考人，但得知吴助理不在国内，只有先拿资料分析。尹秘书在办公室里打电话咨询负责报道泰爸事件的新闻记者，下班时遇到道金，道金和他一起喝咖啡，问他泰俊会不会有事。尹秘书觉得应该不会，道金不明白泰俊到底是怎样的。尹秘书解释说，一个人要有力量才能去战斗，泰俊不过是找到力量而已，但他也为西北市场的事情而痛苦。他觉得道金应该相信泰俊，让他减少罪恶感，如果要知道泰俊的真心，要去现在的西北临时市场看看。与此同时，赵议员的属下问他，泰俊会不会因为这次的事件失去议员职位。赵议员觉得不会那么容易，手下还汇报了善英针对化学厂的调查进度。赵议员分析宋议员现在会很忙碌，此时善英打电话过来，但赵议员没有接。此时的宋议员和李代表一起吃饭，李代表问泰俊能否被捕，宋议员觉得泰俊已经落网，不用那么着急。其实李代表担心的是化学厂案，程会长也很担心。宋议员答应对催检察长施压，道京来到西北临时市场，发现此地热闹得很，摆摊的奶奶还告诉道金，他们现在都很好。泰俊和善英会面，善英听说了他爸爸的事儿，泰俊说会向检察厅提交身边的材料，善英让他多关注自己的麻烦。泰俊回到办公室，上面贴着他要对付的人的照片和简介，他拿着催检察长的照片犹豫着并没有贴上去。第二天，尹秘书吩咐手下盯紧记者报道，并将朱进化学案的民院调查资料交给泰俊。泰俊一边打开电视，一边吩咐联系成真市环境政策科长，询问民院处理如何。尹秘书告诉他，泰俊爸爸已经做完参考人调查，但检察厅要把泰俊爸爸作为嫌疑人来拘留。电视里播放了宋议员走访中央地检，在崔检察长上任后与他第一次公开会面，商讨设立中央地检高位公职者专门调查处之事。尹秘书知道如果继续下去，他们会申请议员做调查参考人。泰俊则敏锐地察觉到，如果宋议员得到朱进化学案的资料，一切都会受阻。泰俊决定要和善英一起发起国政调查，与他共享资料。他还让尹秘书把钟烈叫来。宋议员问崔检察长调查泰俊的事情如何，崔检察长回答说调查泰俊爸爸无果，所以打算把他当嫌疑人拘留调查。宋议员强调的是调查泰俊，但崔检察长坚持先调查泰俊爸爸，待结果出来再决定是否调查泰俊。宋议员让他搞点政治秀，但崔检察长回答自己不是搞政治的。宋议员说喂给崔检察长的东西他要吃下去不能吐出来，但崔检察长回应道坏掉的食物不能乱吃。宋议员觉得自己选了个让人头疼的家伙，他让人帮忙联系几个在野党议员。尹秘书和李助理正在共享资料，钟烈路过，李助理跟他打了招呼，并告知尹秘书上次选举时他是国民党中镇议员的秘书官，中镇议员许诺若当选将让钟烈当辅佐官，但最后落选了，钟烈也销声匿迹了。李助理提醒尹秘书小心，尹秘书把钟烈带到泰俊办公室里，泰俊问他是否认识中央地检的人，
钟烈说有相熟的，他还调查了太俊爸爸的案件，查出向玄广委送资料的人是吴助理。另外检查厅成了太俊爸爸的户头，没发现任何选举资金。太俊想得到吴助理送去的资料内容，钟烈表示自己可以得到。太俊召集手下跟善英工作室一起开会，现在需要确认朱进化学买入的村子里一共有多少受害者，然后搜集土地样本送去检测。程真是环境政策科长，不想把事情闹大。太俊让安秘书告诉他，现在不处理日后会被更大的问题缠身，国政调查委员会成立后让他做参考人，所以有话要早点说。李助理这边有五个市民团体同意帮忙，但有些细节还需达成一致。太俊问善英在野党议员的说服情况，善英回答说只有61人，还差14人，国民党议员很难被说服，需要赵议员的力量。但赵议员不接善英的电话，太俊决定自己去说服赵议员给他想要的。这时赵议员正跟宋议员一起吃饭，宋议员说善英正在拿朱进化学案搞乱国会，要赵议员帮忙搞定。但赵议员说宋议员已经让自己帮过很多忙。宋议员说检察厅总长的位置会安排赵议员选的人，这样可以免去以前的旧账。但赵议员觉得这是空头支票，让他给点实锤货。赵议员提出让宋议员先干掉太俊。狼团队似乎因为今晚刀谁产生了分歧，道京和尹秘书一起去畜牧场，农户抱怨说每年都死牛，自朱进化学进驻后就是如此。道京和尹秘书取了一些样本，道京还拍了许多枯死植物的照片。尹秘书挽起裤腿在水里取样，道京想去扶他，两人都滑了一下。这时道京接到电话，是先前联系不上的被害者夫妇打来的，说现在在家。两人连忙赶往这对夫妇家中，妻子问他们是否是因为朱进化学才出现这些问题。妻子说自己已经流过4次产，她拿着婴儿的衣服哭着哭着就开始流鼻血，衣服上染上了血迹。原来妻子昨日刚被确诊为血癌。赵议员与太俊会面，太俊说明了让他促进国政调查，但赵议员觉得太俊态度不好，还告诉他正义馆正在发生的事情。说话间他打开了电视，国民党卢议员催促立刻调查太俊，还牵扯到宋议员。宋议员趁机向记者说如果崔检察长彻查此事，太俊决定展开国政调查后才将资料都给赵议员。赵议员答应他，如果他能从地检厅全身而退就答应帮他。钟烈得知吴助理送去的资料在崔检察长手里，旁人建议他去找尹检察官。尹秘书也收到了宋议员要求彻查太俊的消息，他决定把所有资料都交给善英，自己去检察厅。他拜托善英一定要展开国政调查。尹秘书觉得太俊进了检察厅后宋议员会想办法不让他出来的呀，但太俊为了说服赵议员坚持这样做，还要尹秘书辅助善英。太俊在记者的包围中去了地检厅，先见到了爸爸，让他离开地检厅去姑姑家住，还告诉爸爸自己一开始就相信他，对连累了他表示歉意。与此同时善英工作室确认了被害人和受灾农户的人数，而致害物质也就明确，善英让大家把文件核当。崔检察长说看到了太俊的身辨材料很干净，太俊说这场战斗不是他和崔检察长，而是他和宋议员。崔检察长明白但却觉得不爽，太俊说崔检察长这样的老虎怎么甘心当宋议员的狗，他愿意给崔检察长一个保全名誉的机会。此时崔检察长的下属过来对他耳语了几句，崔检察长说身辨材料少了一个。太俊说自己在宋议员手下做了4年的辅佐官，崔检察长说他坚持调查是为了不担上政治检察官的嫌疑，李代表和卢议员涉嫌受贿的资料也在其中。太俊说一会儿会有新闻发布说地检厅已经确保了这些资料，这些都是尹秘书和钟烈按照太俊临走前的吩咐完成的。该案牵扯到宋议员，如果崔检察长继续调查自己就会担上政治检察官的污名，而且无法挣脱。崔检察长问太俊的目的是什么，太俊回答崔检察长和自己想要的世界并没有不同。片刻之后太俊走出地检厅，宋议员看到关于太俊的新闻很不爽。此时善英召开记者会发布促进对朱进化学案的国政调查的言论，这局狼人已经很难赢了。下集中朱进化学案被选为大韩党的党政议题，国政调查议会即将开始，太俊拿着赵议员的受贿视频证据和赵议员进行谈判，两人各自在心里打着算盘。道京妈妈知道了道京在做辅佐官，质问道京有没有做过亏心的事，并要求道京辞职。李警官告诉太俊高助理死的那晚有一辆黑车一直在跟踪高助理，之后却报废了。那么此案能否顺利通过国政调查呢？太俊和赵议员又在谈论什么呢？道京的选择跟踪高助理的黑车又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下集再见分晓。
喜欢的观众老爷们请点赞关注吧，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更新哦。